酒店里88元一份的咸蛋黄焗南瓜，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。首先，南瓜去皮切成条，一定要用开水焯烫30秒，这样才能让南瓜更好的裹上一层生粉。5层油温下锅炸，炸至金黄酥脆，捞出备用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海鸭咸蛋黄酱，只需要2勺，小火炒至冒泡泡，倒入炸好的南瓜，翻拌均匀就可以出。